影莎莉赛隆自爆笑到错尿，餐厅椅子留痕迹。莎莉赛隆自爆错尿经过，图 Catch Play 201803.23。莎莉赛隆在新片《老板好坏》饰演威霸四方又咄咄逼人的职场女魔头，一出马立刻镇压所有员工和客户。不过气场十足的她，居然私下曾被同片演员大卫·欧洛沃 David Oyelowo 搞到错尿。日前，莎莉赛隆与大卫·欧洛沃、乔尔·埃哲顿Joel Egerton 一同上詹姆斯科登深夜秀宣传，透露欧洛沃很有喜剧天分，并自曝他们到墨西哥拍摄时，欧洛沃在餐厅讲述一个趣味盎然的故事，他觉得很好笑就憋尿听他讲，但欧洛沃讲到欲罢不能，他说我一直叫他停，但他停不下来，一直说我就忍不住尿出来了，而且快要倾泻而出，只好手刀冲回饭店上厕所。至于一旁的欧洛沃和埃哲顿还加码爆料，当赛隆离开后，看得出来餐厅椅子有些痕迹。乔尔·埃哲顿这次在《老板好坏》中饰演自视甚高的混蛋老板，与莎莉赛隆合伙把公司烂摊子丢给由大卫欧洛沃饰演的苦命员工解决。鲜少演喜剧的埃哲顿说，眼见老板这样的角色有个好处，就是能做正派主角无法做的事，说他无法说的话，若能演到让观众很之入骨却又爱得要命，电影便会很精彩。我非常喜欢看莎莉赛隆演这个角色，令人难以预料他会做出什么事。